我们学佛的人是在末法时期福报不够，所以是很难听到真正的教法。那么为了区别这个佛经所说，佛经上记载的是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众，这里包括出家众和在家众的邪师，两种邪师都是邪师。那么邪师有个特征，他就是要靠那身衣服吃饭，要靠自己的虚名吃饭，这就是邪魔外道的师父。靠衣服你是看到啊，他穿的袈裟，他穿的那个僧衣，那这个他是僧衣就是佛了，所以说我就听他的了。说是释迦牟尼在《涅槃经》中告诉我们，当年魔王波旬跟他斗法的时候说了一句，说到末法时期，魔王波旬的子民儿孙会在佛的寺院里穿佛的袈裟，受佛弟子的供养，来坏佛法，来坏佛法。坏佛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让你做冷水鱼被煮死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一生就八九十年，如果你不去找一个名师就教，然后赶紧每天修一点佛果出来，每天修一点佛果出来，你最后到死的时候你来不及修了。说因地成就了，果地才成就。所以我们盖房子，今天你盖了十片砖，明天你再盖十块砖，这累积下来一年，这个房子就盖着好几层了，对不对？你真盖了，结果你是个工程师，只有图纸，你从来不去盖这个房子。说我懂，那要用砖砌，要用水泥抹，要用什么钢筋做，要用木头架，你都懂，但是你从来不做。说人家的房子成的时候，你就是没有房子，叫空中楼阁，是想象的佛果。所以说我们修佛人成就者，是一天必须看到你今天累了多少成果了，累了多少块砖了，你学佛你今天得了什么果了，这个才能在我们这一生成就佛果，才能一生成佛，活着成菩萨，活着成法王，活着成阿罗汉。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，他的那些大弟子们都是活着成阿罗汉，活着成菩萨的，不是死了成阿罗汉，死了成菩萨的。所以说我们要见到佛果，那么因为福报不够，所以是你听闻不了这些佛法。那么今天在我们在全世界寻找的过程中，今天穿袈裟的，我们不是诽谤啊，穿袈裟的没有一个在传法的，都是在传经，都是在传善啊！你要行做好事，存好心，你要捐款，你要这个建寺庙，你要盖塔寺。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说，要能不能我们自己也盖个大庙，给大家去拜到真佛啊，真正佛菩萨的分量。最后师父们不让，法界的师父不让，说是现在庙少啊，庙太多了，一家烂真的太多了，说你要盖塔寺，你要盖寺庙，你找个地方去盖。我说师父在哪盖，他说在众生的心中盖，让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佛殿，心中有佛菩萨，心中有极乐世界。不要在外面去，外面是你活着，你维持这个寺庙的正向性，哎，百年后几百年后，那个佛殿去哪了？说大家看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，他这个很多盖这个塔寺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几孤独园，对不对？现在在哪了？你去印度一堆荒废的东西。说你在外面盖不会永恒，说佛菩萨告诉我，在外面盖不会永恒，要盖一个金刚殿堂，金刚佛殿，不坏的殿堂，在众生的心中帮他们建起来，供上他们自己的自信佛。为什么？你原本是佛，你心中有一个不死的明点，有一个不动明王，你心中有一个金刚佛，你把自己的金刚佛供上，让他出来大放光明，利益一切众生，行喜增怀诸四种方法，然后功德圆满，我们才可以成佛。所以大家记住，学了本尊法，不要去找那些什么大庙拜
啊，那么今天穿袈裟的很少，至少你们如果是听到了给我介绍一下，我到处找，无论是显宗密宗都还没有出来一个真正传到完整佛法的，我没有看到，就是一生成就的佛法的没有看到，到处找，我也希望找到这么一个师父，无论他多么有名，最后弄弄我看都不行。说前几天有一个信众给我发了个消息，他说我跟他说家里的佛像没有开光有阴啊，结果他发了个消息说他老公不同意用我们的镇宅牌，说为什么不同意，他老公说我们在泰国请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庙你知道有多大吗？人家里面有多少人吗？啊，他算老几？那就是一个小庙里的，他连和尚都不是，还是个居士在那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你看，众生现在毁了，庙大就是有佛。你不知道古人说的那个这个庙不在大小啊，里面有仙子灵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庙里没仙没佛，没真正的真佛在，你再大的庙那也是魔鬼啊。大家要知道西游记里面这个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，他一看到金碧辉煌的大佛殿就要去拜，结果进去那个殿里面那些什么现出原形，哈哈哈哈，我要吃唐僧肉，哈哈，你终于来了。实际上大家你们为什么会被骗，为什么会被蒙蔽了灵性，就是追求大，追求出名，追求人多，